今天是9月1号记者节，伟霆跟我要先向所有的体育新闻同业跟你们说声，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是美国职棒大联盟，洋基对天使。这个是大谷翔平跟 Aaron Judge 之间的 MVP 竞争啊，今天上演 Part 3啦。没错，那洋基好不容易才止败，今天大谷翔平会上演复仇记吗？有可能哦。美国网球公开赛，你准备好要三刷王者理查了吗？小威廉斯现在挺进到了第三轮了。原来如此啊！那还有体坛分析师的高谈一刻的单元。You're beautiful.Your beautiful is true。我的，你每一次都来调戏我们苏一当当的维尔主播、啊，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我已经跟她老公先打过招呼了。原来如此，好，那维尔主播呢，要我们解密老虎子为什么要开运动公司。所以今天晚上的斯波特运动休闲频道体坛观测站 ，See the difference。